老板，这个宝图的获得渠道是啥？是充值吗？我靠，转盘，我喜欢。看见了五宝，看见了魔兽要诀啊，看见了上神兑换券，看到了珍珠，但是抽到了三个传音，三个传音也不拉啊，三个传音真不拉鸡啊。这回有稀释的宝图了，52.17。红色宝图52.17来了，刚才获得了三个传音，再来。我操，原价210，现原价21，现价7.9，买不买？38折，我操，真他妈的狗，像不像我平时给你们的优惠券？原价108的麦丽素，优惠价58啊，然后还有20块钱的优惠券，38还能赚。我靠，这他妈不是带货吗？环环相扣，老板买还是不买？哥给我扣个一，还限时的呢。老板买吗？啊，老板说不买啊，花钱就不要。好，老板非常的果断啊。大唐境外奥莱国比较近啊。呜，不要传音，不要传音。喂，可以得魔兽要诀了啊，徒手能吸收啊，90万游戏币。大唐境外，大唐境外太远了，大唐境外武装罐，东海湾奥莱国，献给奥莱国139.132。藏宝阁免单卡，马云帮你清空购物车，来继续钻钻钻钻，又他妈是传音，送了内裤刘洋给你发。哎，这红色的宝图还不是你想要就能要的呢，钻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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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钻，哎，又是魔兽要诀，可以啊！这兄弟们，这个活动不坑人，这活动可以，兄弟们没毛病，这活动我觉得真不算毛病啊。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比那个什么开那五个什么玩意儿，开五个小神兽，然后给你他妈什么星辉石的要强吧。这肯定比给星辉石的要强，还得到个五宝盒，兄弟们，等会儿一起开金刚定魂、夜光三个值钱的呢啊！他妈起飞了我！继续钻五宝盒，五宝盒，哎呀我去，舒服！我去，来高级魔兽要诀，又是个低级魔兽要诀，哎呦我去啊，老板骑着新祥瑞，染了个色，穿了新衣服啊，挖着这个人民币玩家专属的稀释宝图，笑嘻嘻美滋滋。笑嘻嘻美滋滋，来又是五宝盒，舒服啊。我来一个高魔诀，哎呀行，兄弟们这个挺讲道理了啊。梧桐可以挖102次。326.80，又是个五宝盒。2012月到12消费一下物品啊，锦衣彩饰祥瑞冒泡框啊啊啊，水嘟嘟也是有的，兄弟们，这个水嘟嘟有返利，等于周洋兄弟，我的这个资源交给你了。来吧，金刚、夜光、定魂、碧水，操，一个没说对，还行啊，四个五宝有三个值钱的，现在夜光、定魂是价格差不多的啊，然后一个龙鳞啊，点击盛世宝图，
啊，他为啥还能兑换六张啊？哎，为啥还有六张？刚才不是钱花完了吗？因为我又染色了，哎呦我去，钻药无宝盒，要高级魔兽药诀，又是一个无宝盒。来吧兄弟，哦，又是三个传音，35.24坐标没错，35.24坐标没错，江南野外没错，就是没错，就他妈点啊，又是一个无宝盒。啊，又是个无宝盒，给无宝的几率好高啊，狮驼岭。所以说网易还是有节操的，他没有出这样的活动，假设他有几率1%的几率挖到青花瓷，我跟你讲很多人去挖的。得到了个珍珠130的，万分之机会都有很多人去挖。碧水珠来了，夜光珠可以啊，龙鳞啊，它五宝还是很真实的，它没有故意让你给你垃圾的。